界金马奖颁奖典礼在25日圆满落幕，这次由露露担任典礼主持人，幽默主持风格及机智反应受到众人称赞。而在休息几天后，露露在个人社群分享主持典礼的心得，她透露金马结束两天了，全身肌肉都还在痛，真的是在床上直接动弹不得的那种。而她回想主持典礼时，当时让她吃什么反刍什么，典礼当天还比前一天直接瘦2公斤，甚至服装师到上台前都还在改衣服的尺寸。从她贴出的照片还可以看到，她在典礼结束后回到后台立刻瘫软在地，看得出她身心俱疲。另外露露也曝光了金马落网镜头，只见她一下台还没完全回到后台就直接瘫软在经纪人怀中，看起来要虚脱的模样，让粉丝们相当心疼，纷纷留言大赞她，你真的好棒，这种虚脱是一种荣耀，真的辛苦啦。